还是养狗？狗。游泳还是篮球？都喜欢，篮球吧。看电影还是打游戏？看电影。有没有感觉？都蛮帅。哎。喜欢女生长得还是美貌？都喜欢。谁的爱心？都喜欢。哭起来白菜。都喜欢。好，应该现在注意点。你三天前到底看去了？哇，好像是一家墨西哥餐。对对对。最近看了哪部电影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台词吗？现金大业，就是罗荣桓说过一句话，叫夜里的独立团战斗力特别强，印象深刻。洗澡的时候。